以前我可以拿钱，现在就不可以了。为什么限制要现在我限制我1000块钱一天？解释。我这个钱来源是很正规的。啊，你要改的话，你就你能在酒家工作吗？起价了吗？你在酒家工作吗？我没听清楚你说什么。你在酒家工作吗？我在深圳工作。你在深圳工作？你是深圳跑过来的吗？我住在九江。你住在九江？那你有居住证吗？我有房产证在这边，我房子在这边，干嘛要居住证呢、啊？那你提供为什么我其他城市过来你就要限制我1000块钱呢？什么理由？哦，是我们是禁几年哈，你不要录像好不好吗？我大家说清楚这个事情。你录像我不跟你说了哈。那就这样子，大家耗着先吧，来说，说吧。你哪条规定哪条法律规定你要禁止我一天才1000块钱？1000块干什么用啊？不是我规定，是系统自动设置。是，我为什么这么设置？哪条法律规定你可以设置这个1000块钱额度一天？你说清楚了，我就不录了吗？你录了，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？你这个出银行之前你要删掉的。我为什么要删掉啊？银行规定不能在里面录像。哪条规定？哪条法律规定不可以？哪条法律规定你要限制我1000块钱一天？都说了不是我限制了。你不是你限制了，我只能找你们呢。难道我还找谁啊？我能找谁啊？你报警我都不怕。要不大家说清楚一下，为什么限制我1000块钱一天？解释过了。解释什么？哪条规定你可以限制我？哪条法律规定你可以限制我一天1000块钱一天呢？现在你跑了是不是？